注意看，这个女孩叫大吉，她放了一些狠话。我想说，这次来我只要做一个任务，我就死而无憾。明天班长不第一个被抓，第二个都是赢。看下面那个老了，今儿个你体面体面。你看大观园给你留了。你睡着了？一天进入出多久？要读秒的话，第一轮就到了。高丽早上，王和林波，我第一个被抓，给你们留个悬念，没有一个让人进入状态的过程。上来就是干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咋样？怎么那么灰啊？我只配一身啊！我衣服现在都流水了。什么感觉？没有经验。因为我一直在那个镇上，那个园区的外围跑。刚刚的把宝箱放在那里，中间是比较吃亏啊。